今年是我连续第四年来参加咧减压组，啊，大家拢非常的开心。虽然疫情愈来愈严重，但是我看所有的这些信众吼，大家拢非常的开心，一路行来吼，大家拢安尼无嫌讲欠啦，啊，大家拢非常的开心。我相信妈祖一定会保庇全台湾，会当渡过难关，会当平安顺遂，大家拢会当健康快乐。主席，那想问一下，因为这个台北市议员罗志强，他在这个民调啊，都有高达60%跟70%的民众支持他选，那您有什么看法？我们在全台湾现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根据我们科学的方法，理性的分析哦，我们最后推出最受地方欢迎、最能够赢得胜选的候选人啊，每一位都是我们的好同志，我们会团结努力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好像那个罗志强好像退了我们国民党那个主席的，哎，那主管的赖啊，赖群主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反正每一位都是我们的党员同志，每一位都是我们自己的一家人啊，我们团结努力，加油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